素质。哎，还有更幼稚的。是指眨着眼睛，思念穿过海域。你看人家肖总现在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，简直就是人生赢家。看来我还得感谢您当年的不嫁之恩。懂我，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。你这样是追不到老婆的。哎，是小孩的吗？有点钱。是啊。能不能给别人让幸福降落。不要让他正视自己的感情。每次你这么自信的时候，我都特别想打死你。我跪他，对不起。肖总，下午又干嘛？第一次射箭啊，你可以跟着我的动作做啊，然后，肖总，我知道你女朋友很漂亮，但是要小心箭哦。你。